陈宇说论语学而篇。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，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先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子曰，巧言令色，先以仁。曾子曰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子曰，道千乘之国，近士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子曰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子夏曰，贤贤易色，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，事君，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子曰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曾子曰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子禽问于子贡曰，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亦与之与。子贡曰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与。子曰，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有子曰，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代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有子曰，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恭敬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子曰，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。子贡曰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，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，诗云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子曰，赐也，始可与焉，师以义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今天学会学而篇。欢迎订阅陈宇说陈宇。